哥罗西书，哥罗西书第一章。奉神旨意，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，写信给哥罗西的圣徒，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，愿恩惠、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归于你们。我们感谢神，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，常常为你们祷告，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，并向众圣徒的爱心，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。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。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，也传到普天之下，并且结果增长，如同在你们中间。自从你们听见福音，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一样。正如你们从我们所亲爱一同做仆人的以巴弗所学的，他为我们做了基督忠心的执事，也把你们因圣灵所存的爱心告诉了我们。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，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，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，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，凡事蒙他喜悦，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，渐渐地多知道神，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，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地忍耐宽容。又感谢父，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。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，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，罪过得以赦免。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，是首生的，在一切被造的以先，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，无论是天上的、地上的、能看见的、不能看见的，或是有位的、主治的、执政的、掌权的，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，又是为他造的。他在万有之先，万有也靠他而立，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，他是原始，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，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。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，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，便借着他叫万有，无论是地上的、天上的，都与自己和好了。你们从前与神隔绝，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，叫你们与自己和好，都成了圣洁，没有瑕疵，无可责备，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。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，根基稳固，坚定不移，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。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，也是传于普天下万人听的。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执事，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，并且为基督的身体，就是为教会，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。我照神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，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。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，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。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，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。我们传扬他，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，教导个人，
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。我也为此劳苦，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，尽心竭力。哥罗西书第二章。我愿意你们晓得，我为你们和老底家人，并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，是何等的尽心竭力，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，因爱心互相联络，以致丰丰足足，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，使他们真知神的奥秘，就是基督，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。我说这话，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。我身子虽与你们相离，心却与你们同在。见你们循规蹈矩，信基督的心也坚固，我就欢喜了。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，就当遵他而行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，信心坚固，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，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。你们要谨慎，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，不照着基督，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，就把你们掳去。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，都有形有体地居住在基督里面，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。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，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，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。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，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，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。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，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，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，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、有碍于我们的字句，把它撤去，钉在十字架上，即将一切执政的、掌权的掳来，明显给众人看，就仗着十字架夸胜。所以不拘在饮食上，或节期、月朔、安息日，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。这些原是后世的影，那形体却是基督，不可让人因着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，就夺去你们的奖赏。这等人拘泥在所见过的，随着自己的欲心无故的自高自大，不持定元首，全身既然靠着他，筋节得以相助联络，就因神大得长进。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，脱离了世上的小学，为什么仍像在世俗中活着，服从那不可拿、不可尝、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？这都是照人所吩咐、所教导的。说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，就都败坏了。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，用私意崇拜、自表谦卑、苦待己身，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。哥罗西书第三章。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，就当求在上面的事，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。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，因为你们已经死了，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。基督是我们的生命，
他显现的时候，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。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，就如淫乱、污秽、邪情、恶欲和贪婪。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，因这些事，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。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，也曾这样行过，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，以及恼恨、愤怒、恶毒、毁谤，并口中污秽的言语，不要彼此说谎，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，穿上了新人，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，正如造他主的形象。在此并不分希腊人、犹太人、受割礼的、未受割礼的、化外人、西古提人、为奴的、自主的，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，又住在个人之内。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、圣洁蒙爱的人，就要存怜悯、恩慈、谦虚、温柔、忍耐的心。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，总要彼此包容，彼此饶恕。主怎样饶恕了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。在这一切之外，要存着爱心，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。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，你们也为此蒙召，归为一体，且要存感谢的心。当用各样的智慧，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，用诗章、颂词、灵歌彼此教导，互相劝诫，心被恩感，歌颂神。无论做什么，或说话，或行事，都要奉主耶稣的名，借着他感谢父神。你们做妻子的，当顺服自己的丈夫，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。你们做丈夫的，要爱你们的妻子，不可苦待他们。你们做儿女的，要凡事听从父母，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。你们做父亲的，不要惹儿女的气，恐怕他们失了志气。你们做仆人的，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，不要只在眼前侍奉，像是讨人喜欢的，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。无论做什么，都要从心里做，像是给主做的，不是给人做的。因你们知道，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。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，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，主并不偏待人。哥罗西书第四章。你们做主人的，要公公平平地待仆人，因为知道你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。你们要恒切祷告，在此警醒感恩，也要为我们祷告，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，能以讲基督的奥秘。我为此被捆锁，叫我按照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。你们要爱惜光阴，用智慧与外人交往，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，好像用盐调和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。有我亲爱的兄弟推基古，要将我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，
他是忠心的执事，和我一同做主的仆人。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，好叫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，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。我又打发一位亲爱忠心的兄弟阿尼西谋同去，他也是你们那里的人，他们要把这里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。与我一同坐监的亚里达古问你们安，巴拿巴的表弟马可也问你们安。说到这马可，你们已经受了吩咐，他若到了你们那里，你们就接待他。耶稣又称为尤士都，也问你们安。奉割礼的人中，只有这三个人是为神的国与我一同做工的，也是叫我心里得安慰的。有你们那里的人做基督耶稣仆人的以巴弗问你们安，他在祷告之间常为你们竭力的祈求，愿你们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，信心充足，能站立的稳。他为你们和老底家并希拉波利的弟兄多多的劳苦，这是我可以给他做见证的。所亲爱的医生路加和迪马问你们安。请问老底家的弟兄和宁法并他家里的教会安。你们念了这书信便交给老底家的教会，叫他们也念。你们也要念从老底家来的书信，要对亚基布说，务要谨慎，尽你从主所受的职分。我保罗亲笔问你们安，你们要纪念我的捆锁。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。